我昨天呢，我们的招聘网上看见广西定向选调生的宣讲团来学校了。你说，要不然我们考一下广西定向选调生？我跟你讲啊，这是我们北师大的硕士，那回到家乡就是响当当的金凤凰，好工作随便挑。我才不回去，我爸妈肯定不会同意啊。他们好不容易把我送来北京的，然后我又回去了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么早就来啦？走了。对不起啊，有点早，等一下早高峰就走不了了。其实我可以自己坐地铁的，你不用租车的。面试总要有点仪式感嘛。慧敏姐，你开车开得不错哦。我考研的时候就考驾照了，每个月呢我要租3天车。为什么？练习啊，我们将来总是要有车的嘛。哦，我帮你报名了那个驾校，周末班不用担心，不会影响你学习的。我没有讲我要学开车啊。这个在北京生活是必须的。我还没有想好是不是要留在北京啊。留还是不留，这次面试都必须通过，加油。